感知中国力量，军事纪实。每一个英雄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这里埋葬着七十多年前死去的英雄，他们风华正茂，一心报国，却生未尽情，爱未尽兴。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今天有一些名字越来越不被人们记起，有一些故事越来越被人们淡忘。而在那个被战争阴云笼罩的年代，高志航、李桂丹、刘翠刚、叶以勤，这是一个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名字，这是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名字。就在七十多年前，在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空中，他们甚至成为了一个国家命运的寄托，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以后，日军向北大营发动进攻，炮击沈阳城，918事变爆发。在航空力量上，日本当时是有非常充足的准备的。日本人利用航空，就是航空器，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因为当时飞机都比较小嘛，对中国东北进行了大量的航空测绘。毫无应战准备的东北守军仓促之间，只得向东北边防军航空司令部请求空军支援。这时司令部里只有参谋长陈海华一个人，情况紧急，陈海华不知如何处理，立即向身在北平的张学良电话请示。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真正的入侵。张学良说得非常清楚，东北空军不能擅自行动，如果擅自行动造成中日大的摩擦，你要负责任的，那就是说要军法从事的。9月19日凌晨，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传达了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当时正是东北空军的高级飞行训练阶段，飞机武器装备齐全，炸弹也是现成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升空就可作战的空军，得到的却是不得作战的命令。当时呢，有很多的东北空军的飞行员强烈的要求上天，但是当时他们的长官接到那个就是不抵抗的命令，不准他们进入飞机场。9月19日5点，日本关东军16联队奉命攻占沈阳的东塔机场。他们以为东北军肯定会有防范的，有防范的，这是正常思维吧，对吧？所以没敢贸然就介入，所以在数百米之内就开始架起机枪，突突突突突就打。枪声过后，让日本关东军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平日里设防最为严密的地方竟然没有一点动静。100多名关东兵冲进机场，他们并没有发现一兵一卒，看到的却是机场上成排的飞机和航空工厂原封未动的飞机配件。接下来这些关东兵只做了两件事，他们第一把这飞机改成颜色，把这个带有中国的符号改成日本的符号，一下子变成日本的飞机，然后呢，把这个日本的国旗，太阳旗，涂到了两翼上，
那么这些飞机一转眼之间就变成日本的飞机。就这样，张学良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东北空军的飞机一架都没有起飞，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收入囊中。后来据日方资料称，他们接收东北空军的飞机是70余架，而中方的说法是被俘飞机110架左右。当时有人讽刺说，东北空军就实力论在国内足成雄厚，918式起乃全部被俘，开俘虏航空军未有之潜力，视之可耻，无过于此。东北空军的不战而灭，也迅速宣告了中国空中力量的瓦解。当时中国所有能够升空作战的飞机不到300架，分散在各大军阀的手中，这些作战飞机没有一架是中国制造。当时呢是一个万国造的时代，各种类型的飞机数量都不大，但是都通过自己的代理商，通过自己的跟各个军阀的关系，在中国的航空军用航空的销售市场上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应该讲是非常混乱的。相比于混乱无序的中国航空，一海之隔的日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从1904年开始，日本就发展军事航空，研制生产当时较为先进的作战飞机。1915年和1916年，日本先后成立分别隶属陆海军的航空本部，空中实力急剧膨胀。到1931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航空兵队伍，日本陆军装备1315架飞机，海军装备363架，共计1678架，飞机数量是中国的5倍之多。1931年10月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紧急召见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决定对锦州实施轰炸。46岁的板垣征四郎年轻时就立志把一生赌在中国，而42岁的石原莞尔决心策划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他就是不管你是平民，叫军事设施还是非军事设施，不管是你是设防的城市还是不设防的城市，啊，他通过轰炸使对方屈服，他的目的就是这样。10月8日中午12点，石原莞尔脚踏拖鞋登机起飞，他带领独立飞行第8中队和第10中队的5架奥特兹战斗机和6架日制88式侦察机，从东塔机场起飞，直扑锦州上空。而这5架奥特兹战斗机正是他们从东北空军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在东北的这支空军不但没有能够在抗战中发挥作用，相反呢壮大了日军的作战能力。13点40分，无差别轰炸开始了，锦州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到空袭的第一个城市。坐在飞机上的石原莞尔在最终战争论中这样写道，在决战的时刻，最软弱的群体和国家最重要的设施将成为攻击的目标，工业城市和政治中心将被彻底攻击。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山川草木，鸡鸭牲畜同样受到攻击，这是由空军展开的彻底的歼灭战，国民要忍受惨状，必须锻炼铁石般的意志。而他在这次轰炸任务中也是这样做的。石原莞尔亲自做这个保证式上去的，前面是个飞行员，他在后面拿着这种迫击炮炮弹改装的炸弹，就这么往下扔啊。
在日本军事史上寻找战略轰炸的起源时，当然不能忽视满洲事变之际的锦州轰炸这一事实。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轰炸仍在继续，在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关东军加快了进攻锦州的步伐。1931年的最后一天，日军汇集锦州。三天后，这座象征着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权力的城市沦陷。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来自空中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1932年1月28日晚上11时1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的掩护下，向上海闸北天通庵车站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第一次上海事变爆发。第二天凌晨4点，20多架日本海军航空队的水上侦察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旅号航空母舰上起飞，援助其地面部队作战。对于生活在上海的老百姓来说，空袭是一个生僻而又可怕的词汇。没见过飞机，或者说很少见到飞机，更没见到能往下呼啸着扔炸弹的飞机，所以看到日本飞机带着涂着膏药把这个炸弹扔下来，嗡一下子炸起来了，真的把中国老百姓吓到了。我们在学校里念书啊，我还记得我打篮球啊，下了课打篮球的时候，投篮的时候一看，哎呦，我跟那个飞机生蛋了，飞机生蛋了。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亲眼看到了上海的战火，也目睹了空袭下死去的许多非战斗员的尸体。他在《远东战线》一书中这样写道：数架水上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有2架突然急速地俯冲下来，能清晰地看到银灰色翅膀上的膏药旗。这次空袭没有任何预告，居民们躲藏不及，有数十人粉身碎骨，还有些人丧生在烈火中。我看到那个飞机呢，朝下俯冲下来，他们俯下来就是那个炸弹了，马上就听见声音的，声音还是很响的。这个炸弹下来呢，那个枪兵先的那个墙呢倒下来了。倒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家里有一个载铸工人，载铸工人呢当场呢就是在被这个墙拍下来了压死了，这个肠子都流出来了。那我妈妈那个时候在郑州镇上，后来她回到曹家族来告诉我们听的，她用把肠子给她捞进去，用针把它缝起来，在这后来就是处理掉了。位于上海四马路的商务印书馆和高达5层的东方图书馆，书籍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图书馆。1月29日这一天，他同样没有逃脱过日本飞机的袭击。他们在这里投下了6枚炸弹，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毁于一旦，片纸如存。
在日本飞机的持续轰炸下，一度繁华的城市变成了废墟。轰炸震惊了国民政府，当天蒋介石发出通电，元月29日，日本海军飞机对于上海市区的盲目轰炸，使许多市民的生命财产为之丧失。1932年2月5日7:30，中央空军第6、第7队的9架军机，共17名战斗人员，在第6队队长黄玉佩的率领下，从南京宁故宫机场飞往上海参战。这9架军机分别是一架德制的荣克 K-47 战斗机，一架英制的林科克战斗机，两架美制的科赛战斗机和5架美制的道格拉斯轰炸机。中国军队使用的战斗机在当时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当时我们使用的战斗机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呀淘汰的战斗机，我们拿到这儿来和日军对抗。而日军的比如说他的3式战斗机，那是他自己研制的，就是参考欧美的飞机进行研制的，它有一定的就是最新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所以在空战中我们并不占便宜。2月5日上午11时，上海虹桥机场上空，4架中国飞机和6架日本飞机展开激战，这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空中较量。印度籍华侨朱达先，原广东航空队的老飞行员，飞行技术精湛。此次他驾驶的是机群中最为先进的林科克型飞机。第一名中国空军中受伤的飞行员叫朱达先，他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空军的构成。朱达先本人呢，是当时是有双重国籍，他既是中国人，他同时还是印度籍。从印度回国的一个华侨。当时空军中很多都是华侨的，那么朱达先带着起飞以后迎战日机，他当时这架飞机啊，飞机马力不太够，只有150马力，起飞迎战的时候呢，他的腿部中弹，飞机的装甲被打穿，他的腿部中弹以后，腿被打穿了，他还是带着重伤把这个飞机开回来，降在了自己的机场上。多年后曾参与那场空战的日机飞行员索茂八郎回忆说，他亲眼看到这架战机上的中国飞行员黝黑的面孔及身上淋漓的鲜血。朱达先将受损严重的飞机迫降后没来得及说明情况，便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而他驾驶过的那架飞机却阴差阳错地让黄玉佩的弟弟黄玉泉丢了性命。黄玉泉驾机升空的时候刚刚从广州完婚归队，他看到机场还停放着一架外表看上去还算周全的林科克型飞机，便毫不犹豫地登机升空。他并不知道这架飞机操纵系统的部分钢索已被击坏。当时中国空军呢是生怕没有飞机用的，抗敌热情非常高，它起飞以后飞机就掉下来。事后经过检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朱达先这个飞机在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它那个操纵翼面啊是要通过钢索来操作的，就是前面你动它的一个位置的操纵杆的时候，后面是通过钢丝拉到后面的翼面，这个翼面可以折叠，是吧，这样它迎风面改变的话，飞机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动作来。他的钢丝已经被擦伤了，在朱达先负伤的时候已经被打伤了，钢丝强度不够了。没有作战，新婚还不到20天，黄玉泉就坠机身亡，成为了中国空军抗战牺牲的第一人，年仅28岁。
2月22日下午，日军的飞机开始对上海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苏州城拉起了防空警报。4点半左右，就在6架日机准备空袭挤满中国难民的苏州火车站时，突然与波音公司来华推销战机的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的飞机不期而遇。直接攻击的是小股京大卫的长机，在激战之中呢，击毙了小股京。日方留下了他当时作战的那个路线图，可以看到他就像一只鹰一样绕着飞机转，因为他很灵活。击毙了小股京以后，他就遭到了日军的围攻。肖特的飞机最后被日方击中坠毁，牺牲时年仅27岁。4月24日，上海各界为肖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公葬典礼。这一天，上海各界一致下半旗致哀，纪念这位在战场上第一位击落日机的飞行员。最后，肖特的遗体被安葬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墓地。1932年的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日之间的空中战斗暂时结束，而饱受轰炸之苦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在中国大地上弥漫着捐款购机的热情，航空救国一下子成为了最为时髦的字眼，飞上天揍敌机也成为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与追求。